鲈鱼别再清蒸了，教你这样做。三碗米饭不够吃，一条被水淹死的鲈鱼打上花刀，姜蒜洋葱炒香，放大白菜豆腐皮，摆上鲈鱼。好吃的重点是这包调制好的剁椒酱，再淋一圈生抽，半瓶去年喝剩的啤酒，扣盖大火焖煮6分钟，今晚的米饭又要遭殃了。